吃早餐。怎么这么多啊？这是我的，石榴的，七喜的，主管的。你们又买成了，能不能分配好啊？你挑着吃吧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新来的总监。感觉脾气不太好。听说不太好惹。不会长得倒是挺好看的，啥来着？不清楚，碰见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什么态度？怎么了，总监？你干啥呢？这么多活儿？徐总监安排的。不是，这不隔壁部门的活吗？怎么安排给你啊？不知道啊，可能看不太闲了吧。暂不干，你等我去找他去。人家是总监。总监咋了？这就是你做的上不进你的业绩，确实有钱花，我们历年来会涨资了。不是，这也太变态了吧？干啥呢？哎呦！吓我一跳，听训话呢，新总监训主管呢、哦、真厉害，老板都不敢训主管，谁知道呢，真嚣张。你知道为啥吗？为啥呀？董事长是他哥，哥攀关系进来的呗，要不怎么能空降总监呢？我说嘛，走后门嘛，这不是。没事吧，主管？没事啊。太气愤了，我去找他说理去。有什么理不说的，确实是咱们业绩不行。明明是他强行拉高 KPI， 没事主管，我们都和你站一起。回来了，我都调查完了，董事长妹妹空降的。新总监。是啊。你把这些项目整理一下，下午给我。总监，我是运营，又不是您助理，我还有自己工作呢。两点前给我。这也太跋扈了吧。没事，我帮你。哎，知道吗？以后上下班打卡要用公司的 WiFi。啥意思呀？就连上公司 WiFi 才能打卡。而又是新总监出的馊主意吧？新规定。这总监除了有点姿色以外，真是一点优点没有。没姿色吗？啊？哎，总监，粘了张纸。啊，我也往这边走。我们几个女同事。啊，啥意思啊？